future. I have a feeling you're in danger. Actually, I prefer to read your fortune. I see your next client is here to kill you. Oh, how I've missed you, Holmes.你好，欢迎收看《音响世界》，我是黄慧玲。福尔摩斯先生可能是人类历史以来最有名的侦探，有人考究说这位大侦探的书是仅次于《圣经》全球第二卖座的作品。今年台湾甚至有人写信去伦敦贝克街221号 B 座，请福尔摩斯先生协助解决案件。今年是他的160岁名单，我们邀请了知名推理作家沃甫和东阳来跟我们分享这位永远不死的侦探福尔摩斯。东阳你好，慧玲好，大家好。沃甫你好，慧玲好，大家好。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预告片啊，其实已经不是预告片，不是新片，但是因为今年福尔摩斯先生160岁，我们来庆祝一下，缅怀这位伟人好了。好像最近这段时间，很多人扮演过福尔摩斯。我们刚刚看到小劳勃道尼是一位，是他符合原著当中的福尔摩斯先生吗？原著里头福尔摩斯的形象在小劳勃道尼的诠释当中，其实在他演电影之前，当选角选的这个角色的时候，选的这位美国演员来演一个英国侦探，就先引起了一阵话题。尤其是英国人应该很不开心。是，就英国演员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美国人来演？对。不过这个美国人他过去也不只演美国人的角色，他演过我记得应该是卓别林。他演过卓别林。对，他演过卓别林，所以他来演福尔摩斯的时候，看起来这个福尔摩斯的角色又回到是原著的19世纪、20世纪初期那时候的一个故事背景的时候，他变成他的扮相。或是他的展现出来的魅力就要更符合原著的形象啊。不但看起来最后两集电影的票房足以证明说他是一个不二人选，正确的选择。是，但所以福尔摩斯真的会搏击，然后也很会武术吗？在小说里头的描述，原本小说描述的时候就提到福尔摩斯的确有这样子的能力，这样能耐。不过他这样的武术表现在小说里头的叙述当中回到了戏剧演员的表现的时候，小劳勃道尼就把他过去曾经学过咏春，曾经学过的武术技巧表现出来，然后再加上说导演盖瑞奇他的指导的功力，对，他用一些镜头的分解、慢动作啊等等，把那样的武术精神，那就是小说里面表达不出来，但是又回到小说原来书写当中有的特色。对，用电影的语言让武打这件事情栩栩如生，更有吸引力。所以最近另外一个 BBC 的那个福尔摩斯，新世纪福尔摩斯，对，国内的译名是这一个。对，它符合原著吗？我觉得新世纪福尔摩斯是一个很有趣的改编方式。对，因为先前听说 BBC 要再拍福尔摩斯的时候，因为他们已经拍过非常多次了，对，所以就会觉得根本就是英国的伟人，又要再来一次，对。但是后来发现他们找了这个班乃迪克这个新的这个演员。先前其实大家对他并不是太熟悉，对对。然后他们把整个故事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搬到了21世纪，对对。所以有很多东西会变得不一样，对，有手机，对，有手机，有电脑。然后，可能福尔摩斯没有办法在那么大而皇之的使用毒品，他在小说里面是为了解闷会去施打毒品。讲话的方式也会不一样，就也不会再是20世纪初那种绅士的说话方式，对。但是我觉得班乃迪克这个演员跟现在这些编剧他们很精准的抓到福尔摩斯这个角色原来的个性的精髓。个性的精髓是他是一个没什么太多的耐性，对于跟不上他思考的人会觉得非常的讨厌，他对他们很凶，他讲话非常尖酸刻薄，在故事里面在小说里面福尔摩斯的讲话当然就以现在眼光看就算还是都是很客气，对。但是我相信在那个年代看这个已经是一个不太礼貌的人。那我们挪到21世纪的时候就会发现班乃迪克演的这个福尔摩斯，对，他就是说话非常快，对，然后他很不客气的时候就会讲话很酸，那是我们这个时候的标准。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编剧非常明显的非常精准的找到了福尔摩斯这个角色该在新世纪有的样子。 对，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很有趣的改变。对，我身边很多人是这个影集的粉丝。对，这个其实很神秘，因为我自己觉得班乃迪克并不是长得那种一看就是很帅的那一种英国演员，但是他演了这个角色之后大家都觉得他很帅。没错，
最近还有一个令大家很振奋的消息，有新的人要演福尔摩斯吗？是，过去我们看到福尔摩斯的故事是比较年轻的，然后无论是在二十世纪初期或是现代，刚刚提到这两位班迪克或是由小罗当你饰演，对，他现在回到了在原本小说里头讲到福尔摩斯的晚年。他的晚年，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位所谓的顾问侦探。对，顾问侦探的角色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市面上的世上的侦探，无论是警察或者私下侦探，都可以去找福尔摩斯，把你手上解决不了的事情，请他作为咨询对象。对，那这个咨询对象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必须承认说，比如说他的体力衰退啦，智力衰退啦，所以他年老之后选择退休。他退休的话并不是像有些作家会把这个角色写死掉，不是，他是让他退休之后跑去养蜜蜂，他变成养蜂人。对，那养蜂人呢一样他仍然承受着过去大家对于大众对于福尔摩斯的认知，对，对他的期待，对他的期待，你还是一个名侦探。所以他晚年的时候又必须接受着这样子人类生老病死老化以后无法去解决的，或者说他必须承受的，但又再加上他年轻时候的光辉，所以形塑出来这样的晚年的故事的时候，就交由另外一位老演员、但这个老演员是算是一个知名的角色来去扮演他晚年的故事。那这部电影的话应该会在明年2015年的时候，片名目前他取的片名叫 Mr. Holmes， 福尔摩斯先生。福尔摩斯先生，对，由伊恩麦克连，由伊恩麦克连来演饰演这个角色。他演过万磁王，哈 S 教授，那个 S 战警里面的万磁王，对，然后也演过其实还蛮多。对，甘道夫他在魔戒里面的角色等等，对，然后他在哈利波特里面后来也演了邓布利多校长，对对对对。某一次的短篇小说里面，他让福尔摩斯遇到了他的宿敌叫莫里亚蒂，对，然后这两个人双双坠入这个瑞士的一个瀑布底下，就死掉了。隔天报纸上刊载这个东西之后呢，整个伦敦就陷入了一片愁云惨雾当中。那些医师啊、银行家、律师，在自己的西装上面别了黑丝带，纪念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其实可以说是人类遗产，很多人很喜欢他，几乎就是一个真实的人。今天东阳跟我好像带了一些东西来。是这个袋子的话，其实是在福尔摩斯的算是他。在小说里面讲到贝克街21B， 那也就利用那个住址去盖了一间福尔摩斯博物馆。当初会柯南道尔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会取地名是用贝克街21B， 对，是因为贝克街还没有盖到那个地方，所以还没有这个地址，是它算是一个虚构的地点。对，后来当路开始盖得比较长，真的有21B出现的时候，就变得麻烦来了。尤其在那时候，又有很多福尔摩斯的爱好者，他们真的会把自己遇到的事情，或是他们一些爱慕信，真的寄到这个地址去。你看大家入戏多深，真的。而且这个入戏之深，对当地的住户造成困扰，这个困扰会变成他们就真的指派了。有人来回复，由英国的邮政单位，他不是真的寄到那个地方去，他由英国邮政单位就把这些信给拦截下来。我只要看到贝克街221B， 福尔摩斯先生收，对，英国政府就会帮你收下来。有一封非常合乎他小说里头，就讲到说福尔摩斯先生已经退休了，对，对，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办案，然后我们就有一封回信会寄回去。真的假的？对，会有这样。我下节目之后要来去记记看，太有趣了。是，对，所以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我说，真的有台湾的读者写信去贝克街221B，这是怎么回事？应该说这是系列故事当中的第三集，来自了台湾的委托，福尔摩斯先生收。但这本书在一开始第一集的时候，它其实是虚构了一个在当地贝克街221B这个地方，房子被租出去了。那有一对兄弟，哥哥是律师，然后这对兄弟租了这个地方。那租的条件里头，他们签的合约当中就有一条是说明到必须要回复。刚刚我们虽然讲到是英国的邮政单位，但在小说里面虚构就是租下来的房客必须要回信过去。对，有义务要回信过去。台湾的销售反应也不错，他曾经上了排行榜，然后台湾读者也有很热烈的回响。他们就设计了让台湾的编辑出版社跟原来的作者去谈了一个，要是有一个来自台湾的委托者去找福尔摩斯的时候，会衍生出什么样的故事，对，就变成小说第三集的内容了。对，所以你看大家多爱他，不能让他死，对不对？是，他就是要一直存在。当初柯南道尔先生写他的时候，有
预料到会这样吗？柯南道尔，我觉得他有点无心插柳了。嗯，某一次的短篇小说里面，他让福尔摩斯遇到了他的宿敌，叫莫里亚蒂。对，让这两个人双双坠入这个瑞士的一个瀑布底下，嗯，就死掉了。嗯，死掉之后，柯南道尔回家非常得意，他现在非常高兴。我终于摆脱他，我可以去开创我的文学新生命，这样。他在日记上写：“我终于杀死那个家伙了。”但没想到呢，隔天这个，因为他那个时候是连载，隔天报纸上刊载这个东西之后呢，嗯、整个伦敦就陷入了一片愁云惨雾当中。那些医师啊、银行家、律师，在自己的西装上面别了黑丝带纪念福尔摩斯，然后柯南道尔被他的妈妈骂，说你怎么可以杀掉这个令人尊敬的福尔摩斯先生？是。柯南道尔开始再去尝试写别的小说，对，但是反应都没有福尔摩斯那么的好。可不可以请东阳跟我们说一下，福尔摩斯这样一系列的创作对于后来的推理小说有什么影响？福尔摩斯很多读者会把它当成是推理小说的起点，那其实不然。嗯，因为推理小说起点应该算是1841年爱伦坡写了《莫尔格奇凶杀案》之后。对。但其实那时候他写的小说比较是承接早期属于歌德小说、属于浪漫奇情小说这一派的书写。所以爱伦坡不觉得他在写推理，对，他不觉得在写推理，不过他想要试图的在小说，尤其那个年代，因为1841年的时候，大概19世纪那时候，其实文学创作者一直在找寻新的题材、新的写作方式，对，所以爱伦坡那时候的尝试跟他得到的、小说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于，如果这一类过去被认为是恐怖的、悬疑的、发生在古堡里面的惊人故事背后。我不要是灵异或是神怪式的解释方式的时候、还有什么去让故事的结局让读者有更大的震惊？对，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比较理性逻辑、让侦探角色浮现事件的解决，也就是说当一群人束手无策，包括警察，对，包括新闻媒体，这些人他过去可以针对一个事件找寻到合理的解释，有一个说法出现的人，这群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他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角色，但是新的角色他不觉得是侦探，而是一个福音与理性科学的角色来去解决事件的时候，1841年的这部作品就变成了侦探小说的开端，推理小说的开端。所以到后来福尔摩斯延续了这个精神，对，他延续这个精神的原因也来自于他过去的，他学医学，他是医生，他的老师告诉他们的事情，以及他想要写出来的故事，他觉得如果侦探角色能够写得更有趣，能够是什么样子？所以包括赋予他一个华生医师这样的一个角色，对，这个角色对算是他的助手，对，除了助手之外也是一个记录者，是，他更是一个凡人，对，他凡人就像从读者的角度去看一个名侦探，看一个天才，而这个天才可能有一些怪癖，对，这些天才可能有一些难以理解的，但是让他们变室友，对，之后接触到一些案件，所以在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里头，柯南道尔所写的56个短篇、再加是4部长篇，这个作品就形塑了一个名侦探的角色的定型、也就变成推理小说里面似乎都要有名侦探，对对，那有名侦探之外有个助手的搭档，对，使得小说更热络，甚至有个反派莫里亚蒂的出现，让这个斗争决斗斗智的情境能够再更戏剧化的话，对，算是那时候留到现在，我觉得很多写作者后续的写作者这100多年下来算是一个传统的。还有其实在推理小说里面最重要的是推理的科学办案这件事情，是也留下很深厚的影响，没错，在那时候也算是福尔摩斯，我觉得当大家可能有了印象，比如说福尔摩斯会拿了放大镜、对，然后这个放大镜呢 后面还有很多后人，包括像小叮当，也就是哆啦 A 梦的漫画也曾经拿这个，就他抽烟斗、放大镜、猎鹿帽、拐杖、会变成探案的工具，他办案的工具、对，但是办案工具的背后在漫画里面他可能有一些比较戏虐式的比较趣味的说法、但在那时候的故事，在那时候福尔摩斯的探案当中，他其实提示了一些我们要的并不是来自于刑求啦，或者是来自于警察办案上面的一个比较粗糙的直觉式的方法，他必须要有一些能够说服其他人的，对，回归理性的，对，证据的，没错。因为这个证据呢，是这中间他会提示了几个原则，包括说犯人当与现场接触的时候，他就必须留下，比如说指纹啊，甚至他常会去研究烟灰，那时候会抽烟，所以在
柯南道尔的故事，写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当中，他会让福尔摩斯去研究哪一种烟草会产生什么样的烟灰，这样子奇妙的知识出现。嗯、对对，而这个知识听起来很像 CSI 的，没错，早期的缘起。对，而且这个缘起呢，我觉得其实在那时候比较是用科学的好奇，你对、嗯、你觉得科学可以解决这些事情，你觉得科学可以去探究这后面的有趣的原理，而这原理对于犯罪侦查是有意义的。对，对，他所以把这样子一套逻辑也变成原本写在小说里面的这些逻辑观念，或者说这些技术方法，在那时候的英国苏格兰场，也就是他们的警察所属单位，也就发现到小说里面写的虽然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可它里面运用到技术是有意义的。对，也被纳入到警察办案的规则里头去、对，所以在那时候的整个社会环境，我觉得也不只是，这不是柯南道尔的突发奇想，对，而是整个包括从科学工业革命、然后那时候的一个整个集体人类智慧的发展当中，延续到小说的书写里头，尤其在推理小说当中又在被发扬光大。我记得上一次沃夫好像有跟我讲过苏格兰场跟福尔摩斯的关系、我那时候觉得很惊讶，真的是这样吗？就他们的电脑系统叫做福尔摩斯，现在的。现在的。对，就是那个电脑系统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对，然后首字的缩写拼起来叫做福尔摩斯。啊。对，其实那个其实是故意要向他致敬，对，要向他致敬。柯南道尔的后代，对，他有类似像一个基金会在运作。所以他们也让原本应该是公版的福尔摩斯故事去找了新的作家，现代的作家、来去写他的新的续集，华生的角度来去谈。过去台湾曾经出过一本叫丝织屋，对，那今年的话我想也是因着福尔摩斯诞生的160年，对，所以他有一本新的作品在英国应该12月就这个月会要出版了。刚刚我提到烟灰，我印象很深的是福尔摩斯说他只要看一个人鞋底的泥巴，他就知道他去过伦敦的哪几区，比如血迹，那个是非常明显的东西。是是是。但是像指纹，理论上是看不到的，除非是印在鞋上面，不然的话是看不到的。对。那或者是像泥巴，大家会觉得好像你去哪边的话，去哪边反正都是沾上泥巴。是。但福尔摩斯会告诉你说，其实每一区的泥巴是不一样，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中间有所不同。对。那这个就会变成很多你原来没有看到的小细微的东西，其实是它有它的意义存在，那可以再往后发展出。从一个就把这个现场还原到当初到底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那个刹那。 对，我觉得这个是福尔摩斯示范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好，两位是台湾很知名的推理小说的评论家，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后一个问题，两位为什么喜欢福尔摩斯？小时候爸妈会带我去百货公司，因为家住南部，天气很热，夏天就会把我带去百货公司纳凉，吹冷气，对，省点电哈。那除此之外，还会带我到书店去逛逛，对，然后看一些书。所以那时候从架上选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夜半惊魂》，然后副标叫做《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之集》，我有点忘记是之集了。但总之那天看了那本小说之后，那个故事之后回去，就做噩梦，半夜被惊醒。你那时候很小吧？国小？国小三年级，还记得非常清楚。对，然后国小三年级男孩子那时候跟爸妈一起睡，晚上就是那种大叫跳起来，还好我爸妈没有睡醒，然后没有被我惊醒。不过那时候就觉得很丢脸啊，男孩子怎么会看的故事被吓醒来？因为那时候会被几个阅读经验或者是看电视电影的经验，比如说你会被僵尸吓进来，你会被某一些鬼故事吓进来。对，对，它这是一个推理小说，哎，那里面是一个名侦探，那里面的确有讲到比较恐怖的，他有提到黑社会的情节，所以一开始我对福尔摩斯的印象是不好的，可是不好的是我想要证实我是男孩子有胆量的，那也因此而开始慢慢去被福尔摩斯他的勇气、他的胆量、他的冒险遭遇给吸引，而且尤其是男孩子，你就想到说，如果我是福尔摩斯的话，我那么聪明的话，他里面会去解决什么？会去解决皇宫贵族的案件，会去解决国家的大事哦。当潜水艇的那个设计图不见的时候，福尔摩斯要怎么去找到？当苏格兰场束手无策的时候，都会去找他。对对对，然后其他人都是笨蛋，对对的那种趣味感，所以读起来会非常的，尤其小时候那时候在读，会觉得好像打开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人告诉我。没有告诉我说英国长什么样子，所以那时候对于这些理解，虽然到现在都还一直没去英国，可是我会觉得这样的世界，然后包括推理的想象、推理小说的想象，是从那个作为起点而开始的。所以我喜欢它的原因是来自于一开始的恐惧，对，变成佩服，变成
像是一个小学生的偶像，那个偶像不是玩具，不是卡通人物，而是一个小说世界里头的，那永远到现在还被全世界的读者喜爱的名侦探角色。嗯，小时候我很喜欢看童话或者是神话，嗯，神话故事其实有点像作者，有些童话故事有点像作者说了算，嗯，就是里面不合理的东西，他最后可以用一些魔法之类的东西把它圆满的解决掉。对，但我觉得年纪大之后回去看这些东西，会知道他们有根据。对，为什么会这样写有根据？但小时候的印象是这个样子，就是那你就你说了算嘛。我还是看得很开心，但是会变你说了算。一直到福尔摩斯的时候，我看到福尔摩斯的时候，我才开始发现其实有一些不一样。嗯，作者要在前面用一个很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嗯，先来唬我。这个事情之后呢，他有办法用一个充满逻辑的方法，啊，充满现实的状况去告诉我说那个东西那个事情会发生。嗯，但事实上回去看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前面是不是隐瞒了我什么，所以不让我才不会想到那件事情。对，其实也没有。他有一部分有的时候福尔摩斯会借由，因为是华生在讲，对，华生会看到会没看到福尔摩斯看到的东西，是，对，但因为观察力没那么好，对，这我可以理解。但有的时候，其实福尔摩斯在搞清楚事情的时候，前面的线索都已经出来了，都已经告诉你了，对，只是他没有那么，你没有那么直接的会想到这件事情。嗯，我印象很深的是，它里面有一个很小的案件，就是有学生去偷考卷，嗯，然后那个老师的教授的房间里面留了三角形金字塔形的泥土，嗯。那金字塔型泥土，我那时候好奇，只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嗯，但是福尔摩斯会告诉你说，那个就是钉鞋底下掉下来的土块啊，哦，所以它会成钉鞋的间隙掉下来的土块会成金字塔型。对，你会突然发现，对，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跟你讲这件事，只是你有没有去想到它是这样子发生的？对，我那时候觉得这样子的小说，这样的创作是非常厉害的，就是这样的创作者非常厉害。对，所以我会觉得后来就开始一直看他的作品。是高中有一个时间是把它拿来当成英文练习的哦。好，所以今年是160岁的名旦，推理界有什么庆祝的活动吗？英国其实在福尔摩斯的创作者柯南道尔的后代，对，他有类似像一个基金会在运作，嗯，所以他们也让原本应该是公版的福尔摩斯故事去找了新的作家，现代的作家，来去写他的新的续集。是是。而这个新的续集呢，其实我们在看过去的刚讲56个短片、4个长片的故事当中，你就会发现到福尔摩斯跟华生在聊天的时候，他往往讲到，嗯，啊那个某某案子，我们曾经办过的什么事情，嗯，遇过的什么样的人，但是这60个故事当中都没有记载。对。所以他们也趁机让有一些过去是曾经有过是福尔摩斯柯南道尔的后代，嗯，他的孙子，嗯嗯，来去把某一些故事给补起来。嗯，那到了现代呢，他们是干脆找了一个现代的作家，对，来去写一个全新的福尔摩斯探案。对，但他一样是用华生的角度来去谈。过去台湾曾经出过一本叫《四只屋》，对，那今年的话，我想也是因着福尔摩斯诞生的160年，对，所以他有一本新的作品在英国，应该12月就这个月会要出版了。嗯，那书名呢，就用他的最大反派 Moriarty 作为书名。对，所以我想这也是，因为在台湾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直接看到的，因为英国像地铁站，是，或是像刚刚提到的福尔摩斯博物馆，对，他们都有定期的活动，嗯，或是像有一些导览啦，然后有一些 cosplay 啊，就你可以去扮演里头的角色，他们圣诞节的时候也有玩这些事情，对，但在今年的话也是有一些这样子的活动举办的。嗯，好，作为一个读者，作为他的书迷，当然希望福尔摩斯先生永远都不要死，然后有很多很多新的故事可以说，嗯，是，不断的有新的男主角要来诠释他。是，今天谢谢两位，谢谢。谢谢。